ん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と。人家是人家，我们家是我们家。黄金周阳一直待在家里，无所事事，我都腻了。那就不要无所事事，好好做点事不就行了？帮忙啊，学习啊，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呢。切！啊，怎么了，丸子？不开心吗？好无聊啊，我好想出去玩。那和爷爷去散步吧，天气真不错呀。不是说附近，我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。哇，真是个好地方啊。今天的家乡探险节目组来到了清水的茶园，打扰林木先生了。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体验采茶哦，请多多关照。好的，请多多关照啊。哦，那是林木先生。爷爷，你跟这个人认识吗？哦，去年老人回去采茶的时候，他接待了我们。哦，他请我们喝了新茶，还给我们他种的夏季蜜柑，那个美味呀，一想起来还流口水呢。今年也到了结果实的时候了。今年的茶叶种得特别好。爷爷爷爷，我也好想去呀。哎，什么？要走两个小时？那是个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啊。那让爸爸开车载我们去就行了。他说星期天早上要去钓鱼呢。每到关键的时候他都帮不上忙。走着去不就行了吗？反正也是闲着。可是小丸子想坐出租车呀。哎，笨蛋，出租车多贵呀。不，那就坐出租车去吧。真的吗？果然爷爷跟小丸子是一伙的。爷爷够海量，够大方。小丸子，算了，爷爷不能够老是这么顺着这孩子。不不，我也觉得这样比较轻松。可是妈妈，你不是教育我要听长辈的话吗？爷爷没错吧？是啊是啊，妈妈不用担心。这样啊，对不起。耶，太好了，出租车出租车，看来只要敢尝试，一切皆有可能呢。这回真是天上掉馅饼了。星期天我们出发了。哦，这是爽朗的五月，绝佳的采茶天气呀。那我们去那条路打的吧。好啊，便当也带了， Let's go。 怎么还没来？是啊，出租车啊，居然走了。刚才的车上有客人呢。啊，来了，又有客人。这条路根本打不到车嘛。那去那条路看看吧。好啊。爷爷，这里没有车来啊。啊，来了。嗨，出租车。这也太漂亮了。
好香啊，好像在天堂一样，极乐的香气哟。啊！啊！爷爷，背后，背后啊！背后。真是吓死我了！孔浩克呀，查查的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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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带水壶，我居然忘了，啊！柠檬汽水，我们去吧，爷爷。等等我。喉咙一下子就滋润了，我复活了。出租车都上哪儿去了呀？一辆经过的也没有。我想我们一定是被出租车嫌弃了吧。出租车，我好累啊，一点都走不动了。有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啊？对不起。你好。请问这附近有公园吗？我家小狗奇诺不懂事，对不起呀。不不，有劳您洗衣服，真是惭愧。我马上就去用熨斗熨好，你们喝点茶休息一下吧。麻烦你了。真好喝呀！对不起啊，爷爷，走了这么久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因祸得福啊！休息了一下，又有精神了。总算缓过劲儿来了。接下来就是找出租车。就是这儿，这就是铃木先生的茶园。已经到了。不知不觉走了那么多的路啊。就是啊，我们再加把劲儿吧。是啊，再加把劲儿啊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到了。走了好多路啊。是鹰老先生吗？欢迎你们来，能给我打电话，我好开心呢。之前承蒙您的照顾，今天我带着我的孙女丸子一起来了。铃木先生好。你好，今天要努力采茶，还有这里的夏季蜜柑。好。装进来了，来，快点坐上来。哇，太棒了，好有趣。清水的茶果然是日本第一的呀。清水港的特产啊，茶的香气。来，这是我亲手栽培的夏季蜜柑，尝尝吧，今年长得不错哟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太好吃了。好吃吧？可是好酸的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特地送我们。没事没事，吃便当的话就找个风景好的地方吃，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谢谢您的照顾，铃木伯伯，再见。哇，
这是日本第一美景啊！啊，吃得好饱啊！又有好吃的便当，又有美丽的风景，真是计划生命。今天真的好开心的，跟出租车无缘呢。不过一路走来也挺不错的，虽然走了很多路，但是茶和蜜柑还有便当都很美味呢。没错没错，我变得喜欢走路了，从此以后我要多走走。啊，一起走吧。糟了，肚子吃太饱了就想睡了，一觉睡到天都黑了。好冷啊。对不起丸子。没关系的爷爷。洗裤子的时候把钱包落在人家里了。偏偏这种时候出租车这么多。拿到钱包后我们就打的吧。我也想啊，不过离老奶奶那里好像还很远吧。领悟到走路的快乐后没多久，小丸子狂热地想念起交通工具来了。夏季蜜柑好重啊。沉甸甸的。沉甸甸的。丢失的东西到哪儿去了？小丸子，是你干的吧？怎么了，姐姐？我说的是肉包，我本来想待会儿再吃的，就放在了厨房的柜子上。肉包我没拿。你还敢撒谎？在我们这个家里，除了你就没有别人会偷吃了。都说了不是我拿的，大概是被老鼠吃了吧。哼，那一定是个娃娃头穿裙子的大老鼠吧。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。烦死了，真的不是我，你听不懂吗？姐姐，丸子都这么说了，那就不是他。虽然不知道平时怎么样，但是这一次……爷爷这话说的，难道真的不是小丸子你干的？嗯，那为什么肉包不见了呢？其实不是老鼠偷的，是猪吃了。一个人躲起来偷偷的吃，所以就变成猪了呗。刚才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没什么？刚才说猪这样那样。啊，被你听到了呀。难道你是在说妈妈？丸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就是啊，爷爷。妈妈不是因为偷吃才变胖的，妈妈不是这样的人，变胖是别的原因。那个爷爷，哎，爷爷不要多管闲事了。说的没错。真是奇怪了，那我的肉包跑到哪里去了呢？肉又不会长了脚自己逃跑了，说不定就是跑了的。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？又或者是那个柜子里有异次元空间的入口。哎，异次元？是啊，之前电视上就有一个节目介绍说你的身边也会有通向异次元的入口。你没看吗？哦，我也看了那个节目。他不可能在那个柜子里面吧？谁知道呢，既然不是自己长脚跑来的吧，说不准就是。不会吧？莫非那个柜子里真有不可思议的入口吗？如果真有的话，那就说得通了。我说小丸子，异次元的入口？没有没有，是我吃掉的，昨天晚上。是爸爸吃的。半夜里肚子有点饿嘛。真是过分呢，爸爸。原来异次元的入口就是爸爸的嘴呀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我作为红志的爸爸来道歉，给你鞠躬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明天我买一个同样的回来，这样行了吧？啊，真是的。犯人是小丸子的爸爸，对吗？还真是想不到啊。这么说起来的话，我们家好像也有东西不见了呢。小玉也遇到过吗？
之前也发生过。应该拍到的照片竟然没有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竟然不见了！我爸爸折腾了好半天呢，我还以为只有我家发生这样的事呢。我家也有不见了的东西。冰冰家也有啊。我妈妈说，这是因为半夜有小人恶作剧，所以东西不见了。半夜的小人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你妈妈竟然也有一颗童心。说人家不可貌相是什么意思？好奇怪啊，贝。你怎么了，猪太郎？在找什么东西吗？橡皮擦掉了，贝。可是找不到了呗，你好好找找看。找了，可是没有呗。真奇怪呢。我也来找找看。没办法呀。喂，猪太郎的橡皮擦，你在哪里呀？没有啊。真奇怪啊。刚刚呗，就是刚刚才掉的呗。这是猪太郎的吗？是我的呗，是我的呗。果真是猪太郎的。是在哪里找到的呀？掉在走廊上了。走廊上呗？怎么会在那里呢？难怪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啊。可是明明是在这里掉的呗，怎么会在走廊上？真奇怪呗。喂，会不会是小人呢？小人？小人？小人抬着橡皮擦，喊着加油加油就搬走了。可是小人不是要在半夜才会出来的吗？是呀，妈妈是这么说的。大白天的，这么多人，他们出来会被大家踩扁的。听起来好可怜呢。所以呢，一定是在夜里大家睡着之后才会出来的呀。切，是不是异次元？异次元的通道呗。异次元？电视上有说过的。是呀是呀，我也看了。我掉橡皮擦的地方，异次元的入口打开了，出口在走廊，所以呢，走廊上找到了呗。等等，那样的话，也就是说这一带有异次元的入口了。喂喂，是真的呢，这里吗？还是这里呢？冰淇危险啊呗，冰淇要是掉进去了就会消失的呗。那样的话就会出现在走廊上吧，真是有趣。在这里吗？这里吗？猪太郎，橡皮擦借我一下行吗？可以啊，不。英同学，你从那里走过来好吗？冰淇，等英同学走过来时，把橡皮擦扔到地上。好。那么我走啦。冰淇扔下橡皮擦时，英同学踢橡皮擦一脚。因为某个原因，橡皮擦就越滚越远了。好了，还给你，谢谢。不客气不。原来没有异次元，也没有小人呢。那些只在电视里才会有的吧？不，这还不知道呢。世界上真的还有许多不解之谜呢。那这么说的话，真的可能有小人喽？也有可能有异次元。有梦想啊，我们是有梦想的男生，我们是梦想伙伴呗。小丸子，我出去买东西了。知道了。零食就放在厨房里，再见。好，妈妈慢走。走了吗？那么，这个怎么办？真是的，一直藏着试卷的人可真不容易呀。既然这么想的话，那就考出可以不用藏的分数呀。让我想想藏在哪里好呢？今天的点心只有四根呢。真好吃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
非常感谢大家，哎，肚子饿了。啊，小丸子，你已经先吃了。是啊，今天的零食只有一根糯米团，有点少哦。是啊。哎，算了吧，爸爸说好了今天会给我买肉包的，那我开动了。嗯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是妈妈回来了呀。妈妈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那个，我先回房间去了。等等。哎，今天试卷发下来了吧？嗯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今天去肉店，正巧遇到婉伟同学的妈妈了。她说婉伟考了100分，所以买更好的肉。婉伟同学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快点给我看试卷。给我看。试卷呢？不知道放哪儿了。唉，真是笨呢。我吃好了。耶，只有一根棍子。嗯？还有一串呢。嗯？我拿的时候只有一根呢。嗯，等等，难道什么？你吃了我的那份是不是？我没有吃啊。难道是我数错了，所以就不小心多吃了一串？你还想装啊？你这孩子真是的，快把试卷交出来，快把我那份糯米团还给我。试卷和团子一定都消失到异次元里去了吧？丸子！之后从口袋里找出试卷，从厨房的垃圾箱里找到了3根棍子，跟异次元无关。我们家的一张明信片，正慢慢地把全家人推向不幸，赢家要完了。啊，山田，这是新的雨鞋吗？真好啊，你总是那么开心，好羡慕啊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山田的雨鞋和赢家起争执，敬请期待哟。明天